阿公啊，睡了。哇塞！羅士富先生咧就係參加我哋旅行社一個雲南嘅旅行團嘅，咁但係因為當地團友所講咧，喺上山嘅時候咧，佢唔係攰咗銀包，咁為咗執個銀包咧，就一時差咗腳，碌咗落山。為咗執個銀包跌咗落山，都唔係佢自己，因為揾翻個屋企人。咁就冇獎勵消息。根據當地公安所講咧，仲未有任何消息。但我哋旅行社咧谂住安排你去云南一趟，只系可以出发嘅。老豆啊！你哋唔好咁啦，件事未必去到咁差嘅。总之而家咧，我哋就同阿阿伦翻去执埋啲嘢，就去云南啦。放心啦。你要是给他录，现在录一百分，你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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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